就算经过颠簸的山路，也能稳定行驶。Lexus 改款越野休旅 GX， 改采 3.4 升 V6 双涡轮引擎，搭配时速自排变速箱，具有349匹、66.2 公斤米扭力输出，最大拖曳力超过3600公斤。私にとってこの GX の魅力はやはり。この高次元のオンロードとオフロード両方が一つの車の中に共存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と思ってまして。搭载全新四轮驱动 Torsen 限滑中央差速器，能在6.5秒达到时速100公里。今年中还会推出油电动力。整齐划一，大秀360度自转技术，宾士电动版 G-Class 伪装车首度现身美国拉斯维加斯街头，车头保留经典圆形大灯，搭配四颗可独立控制的电动马达，加上可变速换挡的两速变速箱，满足公路及越野的驾驶需求。And we have all the durability requirements that you would expect as a customer from the G.就连以往拼速度的超跑也布局越野市场，保时捷旗下经典911打造越野版本，最大马力480匹，零百加速只要3.4秒，两种全新驾驶模式透过方向盘就能切换。现在的转变就是它越野门槛降低了，因为它的像他们的地形反应系统啊，你只要挑选你适合的模式，它会藉由电控自己去调配。现在的户外运动风行，尤其像露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一直都有一定的市场。抢攻越野车庞大商机， Toyota Land Cruiser 也规划旗舰车系，重度越野性能车型以及轻型越野车要满足不同客群需求，车厂各自出招，期盼能杀出重围。三立新闻张庭祥、易立庭综合报道。